Jeddah 嘅一招，睇落去都好似就咁揿揿揿揿揿就 OK， 但系你个 ES 神之人要摆到喺人哋后边，而又懂到人埋去咧，就真系好难嘅老友。跟住又到小红帽啦，睇落去就好似跳前打你几下，再跳前打你几下，再跳前打你几下，又搏一轮嘢咁嘅啫。但系咧出嗰个就真系痛苦啦。跟住就到小蜜蜂嘅一招死啦！呢一招奇啊奇妙，在佢开头掉咗嚿嘢之后咧，就唔系即刻中人嘅，系要走埋去打佢一轮，打佢一轮之后黐埋去，系啦，食佢硬直，然之后搏嘢死咗。跟住呢招犀利啦，出嗰个系辛苦，中嗰个系痛苦，总共用咗11个超必，大家留意睇清楚啦。第一个超必我嚟爆德 force， 第二个超必就我嚟打佢啦。然之后咧，记住系超低空斜跳前放一个超必波，然后上跳波个超必波，啱啱冇得波时间落地，然后爆多次冲前之后放波，再转转转，然后斜后跳放波，企喺度放波，搏个超必升，然后再要搏个超必追打，总共82 hit 啦 ，monster。跟住到 Demetri 呢一下，难度就在于你一爆 Dark Force 嘅时候咧，一定要即刻跳埋去开始打。如果唔系喺转呢下啦，嗱，只蝙蝠仔系唔会掂到个人，跟住你连唔到之后嗰啲招噶啦。跟住到 Morrigan 呢一下啦，睇落去咧就好似有啲做马咁嘅感觉，但系就算佢企喺度啊，任你打嘅时候啊，你出完呢个完结之语之下，你够唔够时间立即踎低搏到呢个暗黑之幻影咧？嗱，如果你出得慢嘅话咧，你个分身系冇撞埋去，咁你就总共冇76血咁多噶啦。跟住又到木乃伊呢一下啦，难度啊在于你套出嚟嗰阵时一定要系锤仔，如果唔系呢嚟就唔会晕，你跟住咧就唔可以搏到之后呢扎招冇得喺度，会会会会，真系啊，做马都做唔到噶。跟住又到科学怪人啦，难度啊就喺最后嗰三下，你揿得个掣唔够耐嘅话咧，就唔会变成呢个电击斗气拳或者脚，但系你揿得耐咧掣嘅话，你就连唔到咯。真系都几考功夫噶，老友。跟住又到丧尸表演插插插啦，你记得咧就系喺冲前插完踎低插完之后要即刻再冲前插过，如果唔系咧就唔系连招嚟噶啦。仲有、哦、你最后嗰下咧踎低咧系中脚或者中拳嚟噶、哦。跟住到 Lily 同埋木乃伊合作嘅一个 friendship 连续技，你一定要等对方呕嘢，你先至可以用呢个空中反空气反鬼佢，然之后你先至搏到之后嗰抽嘢噶。仲有就系话呢个天雷破咧系靠最后嗰一粒啱啱浪翻起佢，你先至可以连埋之后嗰嘢，你先至会有成42 hit 噶。跟住落嚟咧就系两只人狼都共通一招。难呢就难喺佢呢个前爹树轻脚去重脚本身系木压，但系你落地之后你要超快速度冲翻上去再出个出几次喎，仲要不过最可惜咧就最后呢下 ES 100万回之打击咧系食得唔应噶。猫女嘅一招最紧要你就喺一爆咗 Dark Force 嘅时候即刻要冲上去打，如果唔系呢个小猫帮手就帮唔到你手，之后你嗰啲连招就唔会有啦。好似呢下咁样，佢唔帮你手你都唔使知有一连啊，你都唔使而家咁样啊，你啦。哇哇，我知啦，我知啦。由人鱼示范俾大家睇，点样唔俾对方落地。首先呢个波波咧就唔系即刻中人嘅，浪起佢之后就咁接住佢，哗哗哗哗哗哗哗，再浪多一次。今次揾音波浪佢啦，然后再浪佢，跟住插插插，冇啦，落地都死咗啦。雪人嘅一招，睇落去就净系揿揿揿揿揿，但系最紧要你就系你揿完之后落地要即刻前冲翻去揿轻拳，如果唔系就一定连唔到。你哋睇下个眼狼，你都唔知人哋挫嗰个几辛苦啊，阴公。跟住到 Bishman 嘅一招啦。睇落去就冇乜难度嘅，甚至乎咧照住画面出就得噶啦。但系有少少巧妙嘢咧，就系话喺你呢个居合斩之后，点样搏翻踎低中拳嗰个时间啦。驱魔猎人多怒愤，
首先大家记住，第一下跳完重拳一定要是落空的，然之后呢在你最后不死之变化之前那个重脚这个时候要很快地变到它，还有最后这一下是有机会走掉的。跟住就到机械人的一招了，大家记得一件事就是说在你爆了 Dark Force 之后它自己会浮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夹硬扯它下来，将三个机械人连成一线，如果不是你就按不到这13万轻拳，同埋都不会中埋踎低的3万轻拳，同埋你之后这个超必的。上集大佬 Prion 的一招真的有一招是请帮手帮手的时间了，最难的地方就是说你在这个最后那盒火焰之源要即刻 cancel 到去 ES 王道大之焰，否则就不会中，兼夹你都没机会给你玩这个 ES 追打。然后到隐藏人物龙 Bisherman 的一招了，最难的地方都是他的 ES 鬼火速啦，中了人之后你什么时间按回个踎低轻拳，没错就是这一下，如果不是你连到全部的招了。